能欠了很多东西。天哪，超多人在这里拍照的。我们终于吃这东西啦，68块的一杯 ice cream。早安，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去 Macau， 然后一出酒店就是下雨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小小而已，谁怕？你怕吗？OK， 刚刚我们从尖沙咀站呢来到了这个新澳 Station， 就是那个 Sunny Bay。然后呢，你出来呢，这个 B5 这边就可以搭巴士去到澳门了。就是这个巴士啊，现在的话就开始出发了。我们今天是澳门一日，澳门一日，耶！大家一起看。OK， 然后巴士呢会停我们在那一个海关那边，我们要过海关了。你过了海关之后呢，它有一个那种 self service 的 kiosk， 可以那个 bus ticket。你买了这个票呢，就是从香港去澳门的票是65块，然后现在就要去巴士站。45分钟的车程，我们抵达澳门的 custom。OK， 你出了境之后呢，可以搭这个 101X， 它会经过这些啊，新马路啊、大三巴、啊、新古晋这些地方。知道我们在这个新马路站、大丰站那边，我们就走路过去先吃早餐。来到这边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边很像台湾。让我们去走去吃早餐，我走一下子就到了啦，就是这间生记白粥。食物来了，看我们真的挑了很多东西，很饿很饿。三碗粥，然后那个萝卜糕，然后肠粉，有炸鬼，还有这一个是咖喱面，还有这一个豆花，小米糕酱油。OK， 来到了很多这种有比较古色古香的一些建筑物，这是一个教堂来的，可以过来参观。哎呀，今天天不作美，下雨了，我们就在这个回街旁边等一等吧。哎，你表演一首歌给我们听吗？一瞬鲜奶，就是它的双皮炖奶那样子的，像普丁这样子一碗碗。这是他们的那一个姜汁撞奶，这是热的，这是冷的，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炖奶，还有它的这个是那个西米露，木瓜西米露，还有我们叫了一个热茶。那吃饱了就睡觉，这两个人要回去睡觉了。这狗，他们的炖奶。撞奶什么奶都好了，好喝。Nice. 吃完了奶，我们继续去看景点，好多人的，还有这鬼街，超多间的吧。单单走短短的这一排店，我看到了鬼街手笋、鬼街饼干，就是鬼街的话就已经有大概是5到6间了，超多的。走过这边前面就是那个澳门的门啦。那个大三巴的那一个门。OK， 这个 Windy Sample 是，OK， 大家，这个就是 Windy Sample， 它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被 destroyed in the fire。怎么会被 destroyed？ 我不知道。但是 before 它被 destroyed 的时候啊，它是有两个 part 的，一个是它是 college， 还有一边是Church of St. Paul。但是现在就是剩下这个吧，只有那个face of the Church of St. Paul 了。天哪，超多人在这里拍照的。它就是一个 church 一下的门。好的 ，original 是这样子的楼梯，然后整个这样子车超高的，对，结果就剩下这个门而已。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博物馆这样子。
OK，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景点，然后从这边那个门望出去，有最高高的 building， 澳门的一个城市。来到了这边新葡京，你看它的酒店。哇！然后这边是像个花一样，这个就是它的娱乐场。哇，这里全部都是酒店啊 ，casino 啊，就是种种的娱乐场所。有银行可以给你借钱。OK， 现在我们刚进了一个赌场去参观参观，他们这边的 minimum bet 100块。这边有那个伦敦的钟，然后前面有巴黎铁塔，然后这边威尼斯人。OK， 现在我们要进去里面逛逛，因为天气好热，还下了雨过后很热。然后脚真的很累很累，哇，超凉快，爽。那这威尼斯人呢，它是一个 shopping mall 来的，旁边这里全部是卖那种珠宝啊、手表啊，然后呢它还有酒店、有餐厅，好像一个很大的跟丁这样子。哇，天堂啊，这是天堂椅，我们的脚已经烂了。来啦，这就是 indoor 的威尼斯。入口有一点比较难找，你进了那个 casino 的天门，你就要马上转左，你就可以看到那招牌，去到啊 the Grand Venetian Circus， 然后你看它天空是蓝色的，但是有点乌云啊，看到那个云，但是看到有一点暗了，好像要下雨一样。看，还有 gondola， 蓝蓝的水，就是一个小小的 indoor 的威尼斯。OK， 我们大老远走来这边要吃这间，结果它没有开。噔噔噔！我们刚刚随便去找了一家附近的餐厅吃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做 in the X。我们回到了这个 departure hall， 要被回去香港的。然后刚刚妹妹没有买到的东西，这一边也有鬼根，反正到处都有鬼根，所以如果你们 miss 了，这边还可以买。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OK， 回到了香港了，现在我们就直接搭巴士回去往港岸一点。回到了这边，我们吃这个金马冰室。金马冰室超多人，什么都有的吃。来一杯寒冰室，咸咸的，纯酸的 ，Seven Up。OK， 下两个是谁多西？来了香港的第四天，我们终于吃谁多西啦，而且是晚上吃的。喝了一个谁多西之后呢，这个谁多西好吃，还有扬州炒饭，还有新州草莓。这个是猪排炒公仔面，还有一个牛肉炒乌冬面。其实这香，跟马冰上面吃的东西呢是偏油，然后炒公仔面是偏咸的。不过是可以来 try 啦，如果要的话，这东西是好吃的。来自这个椰子大王。大王。板凳，还有个椰子也要做板凳。哈哈哈哈哈！现在我们又来排队这一家蛋王，跟你讲很好吃的酸辣粉。这就是它的酸辣粉，我们来这边旁边吃一下。好吃吗？好吃吗？我觉得好吃。好吃的，应该还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它的肠粉啊那些。OK， 又回到来重庆大厦，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拜拜。Tomorrow。现在要找吃早餐的地方，就这家 Dim Sum Here 点心道。OK， 吃早餐了，很大个的荷叶饭，是黑色的流沙包，上面有茶叶。看我们叫的真的很多，一餐差不多400多块。现在午餐时间，然后这间点心店开始排队了。可是我是觉得它的味道很 commercialized 了，还是我们第一间吃的那个点心店最好吃。吃了点心之后，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逛，所以现在就来这一个星光大道这边又再逛一逛，因为它在我们酒店前面而已。逛了之后，我们再去吃一个甜品就可以走了。这里就是那个星光大道啦，香港电影星光大道。OK，
以，这就是它早上的景色，那天我们看了晚上的。然后这边还是依然很臭，因为它的海水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些油迹。哎，我们先来吃这个干季节。OK， 果然是没有开的，谢谢大家，三点才开。我们现在进 mall 里面吃这个 Tomata Tokyo， 然后叫了一个 ice cream。OK， 就是这一杯68块的一杯 ice cream， 然后下面是两粉 ice cream。我们的 hotel 附近的下面的一个 underground 就有这个南方人，我们来这里打包奶茶。一句我要珍珠。有好喝吗？好喝啊，被你有丝滑，被他丝滑来。OK， 现在我们就住哦，这个 A21的巴士就在我们酒店对面了。然后这个巴士可以直接去到它的 airport， 然后费用的话是在30多块而已，所以很便宜，很值得了。从这边去到 airport 34.6块，也没可以回马来西亚哦。我可以不用飞菲律宾了。这个 hotel 它的 big bag 我严重一下，被咬成这样。除了这个被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价钱是 OK 的。我们的香港旅程就这样结束了，拜拜香港。